你们这些孽家人，一个不留！ 一月禁足期还没满呢，你不仅要离开聂府，还要出海。爹，天人传给我的药方，服用多了已无效果，昨夜天人又对我传音，说海外有一座岛屿是修炼宝地，让我前去修行。海外可不是寻常之地，海上天气变化莫测，而且还有海盗横行。你要去的岛屿在哪里啊？天人前辈说了，我出海后自会与我会合，勾一同前去。哪个海盗劫得了超凡者呀？ 是司阳红和司百川，司百川只是幻血境初期，不足为虑。但司阳红可是幻血境巅峰强者，这里是海外之地，没有援兵，也没有退路。我们绝非司阳红的对手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聂风，希望他能留有后手吧。有道理，所以现在乖乖交出你们的人头吧。是幻血境，谁知道？这下麻烦了，赶紧通知聂家。少年郎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，敢在幻血境强者面前口无遮拦，你一点都不怕吗？就你也算强者？哼，在你们这些黄毛小子面前，我当然是强者。 有多强，强到做人狗腿子吗？啊！这小子虽然胆识不错，但还是太年轻啊。哼！黄口小儿，老夫倒要看看有几个能耐。嗯！哎呀！掌柜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聂家与司家一直不和，两家后辈也互看不顺眼。 一年总要约着较量几次，而且基本都是约在我们望海楼。好，比就比，第一场我来，你们司家谁出战？我现在的修为是开脉境巅峰，已经打通任督二脉。而在司家后辈中，修为最高的司晨雄还未打通督脉。论实力，我在司晨雄之上。我来与你一战。啊！